雾弄进去。嗯，对，赶快出去吹凉吧。嗯。我的还是没办法。叫。好，黑警察，黑警察。不要叫，不要叫，好烦。哎，有吗？我看看后面。有。你的，我在帮你看你的。我有，我翻过看。最靠左边滑，滑到缆车为止。黑线没有，他没有说那是松雪的黑线。嗯。然后第二次一样靠左边，但是转到松雪区。Thank you.
会动了。松雪速度，然后移动。
是不想爬。那、啊、爬一点点去右边。反正等一下再坐一次缆车，还不是得？对。这个的靠的真少。对啊。左边一条路的缆车右边，我们现在缆车的右边啊。好了吗？你先吗？都可以啊。你先。换我先。一直都你先。那不要换你先吗？不认识的路都你先。啊，这里就下去就认识啊。你想我先哦？都可以。有，你想我先哦？
哎、欸，路看得越来越清楚。对啊，直直下去哦，进去直直下去。哦，好像有点高，上了天，可以了。好像有点高哎，我觉得我上不去。我上不去啦，我一只脚上，一只脚上不去，我上不去。那你等我一下。我会怕你先。不是啊，没有要你直直走啊。不直直走啊。不是要，不能直直走啊，这里。稍微左左拐右拐。然后这样我就摔着。Thank you.
像黑，一号顶多像红。所以三号可能最累哦。三号是可能跟二号差不多陡，然后是宽板的，宽板的就乱搞啊。而且宽板的话，应该不大会有人搞馒头吧？因为刚的馒头不明显，没有人持之以恒的在那里挖。没有人在这边。对啊。下一次如果又来，那一开始就来这里，先搭大缆车，然后就过这里。大学以后。而且不要看它是黑的，就大雪啦，一开始就滑最右边，那应该就变成像绿线一样，然后再做这个，再上去，就一直滑右边，滑到觉得差不多，再还滑这边，对，一堆人在这里山羊站，没有呢，他们滑很快，看起来铲出来的雪很多，这雪很多，没有，是被铲起来的，不是厚的，是。哟，看起来很多嘞，传那时候很多。没有那个，如果是原来厚厚的那种多的话，应该是。那还是滑对面，对面比较多人，这又没人。也是。雪板风范啊，我没有摔倒，只是摸了一下地。
对的路呀。喂。他是在叫啊，他也快站不住了。我不要，我上次直冲走我就摔倒。啊？走。又一个很。
很厉害的下来了，我是挡在他路上。不会啊，我想要跟他说话，你靠我闪，我闪开了，我闪开了。那好不？Thank you.
亮哦，那个颜色亮。蓝色。嗯。好、啊，没错。想起来这个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就说是我撞。然后你就说那个没有撞门那个。撞了什么？撞门。哦，卡门那个。对。然后这边比较不蓝，这样子才有蓝。嗯。而且太阳亮亮，白云照亮。没有朋友，没有。那就是海曲，虽然很少，但是都还蛮大片的。嗯。嗯，那个圆圆的。嗯，我网络怎么没了？这里信号不好。是啊。已经3:20，我不知道缆车到底快要几点。啊，是哈，3:20了，那不就3:30就都没了吗？好像3:45，没什么。那我不知道几点是幾點。现在啊，直直进又下去啊，然后就是有一个你重复坐两次的那个。那、啊、走右边的话，就是到拱多拉。那、啊、拱多拉旁边的那个，就是我们早上走的地方。现在又要下山了，是不是？嗯、啊。所以我就跟着你就对了。对啊。嗯，光玩的是这个，很难下来的是这个。嗯，对啊，很难呢、欸，好陡、喔，我要几度哎、欸。嗯，中间比较陡，最上面不陡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不知所谓的黑线。他只有一个人吗？他姿势怎么样？他姿势已经很前面的，那后面的还不到。哦，你有的厉害了，你看他准备动作。你说准备出发的动作。对。可能他不鸟那一下，他下不下去了。嗯。就是用扭的。对，用扭的。真的是这样扭吗？这就是错误的动作啊。对啊。扭腰与提掌。对，是不论是 ski or snowboard 常犯的初学者错，甚至中阶者也会。所以都，我看影片就有很多说，如何不扭压，如何矫正。不紧张也会让你扭压。骑车去。他们的也都是中间有包，还有这个没盖子、啊，对，这个没盖子。那我猜那个什么包和里面短的也是没盖子。我们要去的那个山会不会现在大太阳？但是我们坐得上那个缆车吗 ？You will soon reach the top. Please take your feet off the footrest and keep your ski poles off. 左线是红，右线是绿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走红线，别走左边。挡住了，走吧。没事，啊，走。
车上。
节，没有说什么景色很漂亮，那边还好。我觉得现在我看景色最漂亮的应该是智慧，回首山也很漂亮，东莞山也很漂亮。他们是有保育的雪场。哦，因为它是那个智那国有林还是什么东西那样子。拜托。会不会啊？没有人在车上了吧？右边好还是左边好？我知道，我以为你是要选。
从一大早先说好从左边开始滑，然后最后一边右边开始滑。他现在问你结束了哪一边，然后又一开始说右边，然后又说左边，就是很难决定啊。这边很平啊，你要滑右边也平，左边也平啊。我只在想，我等一下该不会只有右边被太阳晒，左边没有吧？还是左边被太阳晒，右边没有吧？好，你下车再告诉我。
你前面都要开始翻滚吗？我以为终于我在认真的跑，突然发现他在翻滚，我也没有办法救他。有得上厕所吗？哦，看他们妹的上个厕所，我到得了。好，我现在无法上去。啊，你还没退票？
去退票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坐车回去吗？对对，你要退票吧？明天不来了吗？解释点了，该开车了。